亲日贵宾，欢迎您来到2018年台湾灯会在嘉义，这里是中正分区。我们是来自彰化鹿港台湾都市宫，宫后的主神是妈祖，也就是来自天后妈妈。在今年的灯会，台湾都市宫以及台湾高龄创意团队开设公益会所。上了哦，很像正火车了。哦，翻大水壶了。那边还有啊，你看大学生毕业生要毕业了，应届毕业生都穿大学服来拍照，很有创意。啊，警察广播电台。国小呀。这个先减少重量。冰抓石头木土地。内容丰富。
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。道江大学。学校。哦，又能展示竞赛作品。